了。有人买？蛤蟆排啊。蛤蟆排啊，这货贵。蛤蟆来卖不了。这拢来200块，这大堆200块袂来，这大堆200块袂来。头前买蛤蟆，下手拿走啊袂。350，你头前买个啊，那个卖伊啦，700块来啦。你几只鲑鱼偌济？一五啊，1500。今天的价格1500哦，后面还不会涨，不知道哦。那是今天的价格。这边500块先卖。500块啦，四个人给多啊，500块。500了。谢谢，感谢你。谢谢，感谢你，不要先去讲啦。啊，鱼也唔要紧走。哎，我都不无人管啊。真是太好了，都无我输输个。那两只多少？800。好不好？都去了，大只的啊。啊。我根本不敢讲哎。好的，继续的，这样懂了，老师的。
定，早安。没有不一样，这个比较甜，这个比较脆，都是靠说。这一个大袋子给我。500块。那你下次可以买300吗？好。下次买300。我刚才不就卖300吗？刚才不是就是卖300吗？他是准备做的货商吧？哇，他现在准备了货商。晓得了，我要看几十万。什么？是啊。卖几千斤够？啊，我不花。卖几千块？聊天没？还要工作饼吗？工作饼吗？我卖。这么讲。你讲你要太高卡啦？300，都是300。对，太高伊咧，伊买。阿爷几百啊？你买两包，我唔知咩来切啦。几百那些？好啊。就像下面没了，蓝天你要过来拿的，让你准备休息了。剩多少哦？你哥还剩1、2、3，一支300啦。你哥应该还剩十几箱哦，再加上桌面的，应该剩20几箱油。小弟来帮你存几箱啦？这里啦，30几箱的。还够一个人啊？500了。泰国虾蟹啊，500块。哎，佳慧，你不好意思来扫扫了。还够一个我嘞。对啊，做人真的很难。有人做了一辈子的人，都还生不出半个。难做人也真的很难，有些人就没办法做人。我现在五百块先卖，泰国现在够人来无？你好。一千两百啊。哎呐。
我做用的也无必要，吃好我已经做用的也无需要。泰国吃无啊，吃拢卖五百块先卖，最后一个500块。过来，我规个街市都没有你钱个多伊啊！你这都是弄什么？你的手机比大汉较厉害啊！你买太多下来。现在不要叫我帮你们留货，你们自己马上冲过来买就好了。可以买，那个应该不错，应该可以的。我选一盘。啊，对。我们现在七八块了，七八年没人买了，七八块了，这对七八块看见了，七八了。来一两份嘞。
下回得得啊，我领导刀枪，陪我罚站。为什么？快点，不然我们要收了。欢迎陪我罚站。嗯。Thank you.
现在啥八货了？300块了。200块了，哎呀，200了，到底？